这个是帕查库泰克纪念碑，这个人呢就叫帕查库泰克，他是这个印加文明啊，就是印加帝国的一个君主。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呢对印加帝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所以呢给他建立的这么样一个纪念碑。现在呢我准备离开这个库斯科这个城市，因为啊我实在是真的受不了他这儿这个高海拔，这个高海拔啊对我来说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所以呢我今天呢想坐车走了，就坐车呢是看着坐夜车还是坐白天的车，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最好还是坐夜车吧，坐白天车到那儿半夜了。我到那个秘鲁第二大城市啊，我去看看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啊，我待会儿还得看看，我忘了叫塔什么克，我记得。现在呢先去这个公交车站，我住那地儿啊，距离这儿哈，大概2公里左右，然后一路下坡，我就干脆就走过来了，我也没坐公交车。中间买个西瓜，我觉得挺甜，他这儿西瓜，回头我就买他一大个西瓜，然后自己慢慢那什么。没想到他这儿西瓜还挺甜。这边这建筑又开始变得逐渐有特色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我看哈，这个一个人穷游中国，然后底下好多网友哈，就是说挺佩服这个李英文的哈，挺佩服他的，就是说他一个人，你看这个全国各地啊，都随便跑，挺厉害啊。底下那帮网友朋友们挺佩服他，然后李英文呢也不断的就是说去。告诉这些网友就是怎么到了哪儿，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坐火车，怎么坐汽车，怎么住酒店啊，告诉这些个网友。其实啊我不知道这些看李英文节目这些网友看过没看过，就是国外这些大神们啊，真的可有那些大神呢，我就觉得不管男的女的都，你像那个我老说那月月，那就是个神，我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阿聪，哎呀，那简直是，我你其实看看那些人的节目，你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这尤其是这移动互联网时代啊，说实话啊，这真的把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是你有钱，啊，你的钱那个到位。哎，不用说到位，只要是有点钱，你走遍，你别说走遍中国了，那语言都相通，你走遍世界都没事儿。啊，现在这个时代跟原来不一样，你原来你说你没有这个地图定位啊，酒店呢还得去问，是吧？啊，你就是入住这酒店好与不好吧，也没个评价，是吧？啊，然后你去旅游呢，你也不知道该报哪个团，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去，是吧？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大家要知道，现在的时代，那一部手机全部解决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去那个百度上搜一下，你到任何一个地儿都很容易。全世界各地，你真的随便跑全世界各地啊。什么中南美洲啊，南美洲啊，非洲啊，什么欧洲啊，你只要有钱，你就穷游不是梦，真的。
别说中国了，那你我看那个别说有没钱都不是梦。我看那个就是那个阿聪，那哥们前两天我看他那个视频，那阿聪做出一个新的决定，说我打算以后不花钱了，一分钱不花，我要走遍世界。我就觉得那个人真是个神，我靠，简直是神。他一分钱不花走遍世界，这是要把自己饿死的节奏吗？啊，那个人这太神奇了。我不知道他吃饭怎么解决，就是说你可以公交啊，你可以解决是吧？你可以跟人家借那个什么，就是你像这车吧，你可以打这种顺风车，不花钱是吧？拉你一程。但是问题，你接下来那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就不知道。睡觉你可以睡帐篷里，这也没事儿，是吧？厕所呢，你可以随地找厕所，因为他们这儿厕所都花钱，啊，是吧？这也能解决。这个吃饭喝水你怎么解决？我不知道。除非就是你对，还那叫什么？有一种服务，就那个网上有一种服务叫什么？哎，我忘了，反正那意思就是可以去白住、白吃啊。对，有这么一种。现在有这么一种服务，白吃白住啊。然后那些人呢？哟，这走错了啊！是高古说话啊，这儿啊，司机车。哎，这儿火车呀。这狗他妈突然都看不着，这是长途汽车站。我走错了，好像。哎呦！我操！应该是。坐这种长途卧铺大巴，看一下这个图吧，找一下。三到十个小时，四个，去，找找。
雷基吧。阿雷基巴，昆图奎斯达。阿雷基巴 ？Yeah， 阿雷基巴。Servicio exclusiva. Asientos cama 180 grados en 130 soles. Sin daiga sole. Cama 130 soles. Primer piso 160 grados primer piso. Today. Sí. Today. Today. Primer piso. Piso uno. Oh, yes, piso. I know. Today. Para hoy día. Today. Arequipa, Puerto, Puerto. Hoy sí.What time? What time? Este. Ocho de la noche, 8:40 de la noche. 20 horas.Credit card. Para cargar. Card. Sí. Va a pagar con tarjeta, sí hay. Okay, okay. Okay. Este. Para hoy este. Este le dejo en 80 soles. Este. Cama.Para hoy. Para. Hoy tú ves, ¿no? Okay, awesome.他这只有140、160，有180这个。I have only this. I know this. No. Quanto que está? This is 110.195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Pop. HPM. This is my. Ah, 95. Ecco, ti faccio così, sto tremo, eh? Con la partita, eh?嗯，没有这个一百八 ，OK， 九十五，换他这个，一百八，那八点半发车。Alikipa Alikipa Alikipa 很多客人 From here, what city? Alikipa Arequipa. Yeah. I have this. Oh, I have this. Oh, no, this. Just have this. Yes, just this. Quanto costa? Tonight. Tonight. It's 110 soles. I have another company. Sorry, I have another company next to. This is 70 soles. Oh, 70. 70 soles. Cheaper to. Yes, more cheaper. Why?It's a good company. It's another company. Oh, you are good company. This is the best company of Peru. Oh, I understand. But there are many companies. I have another company in the fifth floor, 70. Second floor, 60 soles. Yes, I know. A long seat. Similar. Yes, same. Ah, I know.I know you are a good company. I know. Yes, yes, it's more expensive here. Yeah, I know. This one is a. For today. Today. It's okay. Only night. Seven. Yeah. Ten. Okay. Which one is better? Sorry. Which one is good? Which one is good?
Seven. Okay, seven. I just buy the ticket, the same company, but her credit card, her credit card machine is not work. The machine, yes. You want to pay with card? Pay card, yeah. Tonight. Tonight, so.他这个支持减衡，This is a three soles more, three soles. Three soles. Three. Why? It's a some. No, it's. All three. Yes. No, not three. Is a visa? Visa. Oh, okay. It's tonight. Tonight. Pare.